看我们到这儿啊，快到色吉拉山的垭口了。这个牌子写的卢朗旅游区，欢迎您再来。好的，有时间一定会再来的，一定会再来卢朗的。我对卢朗的印象特别好，如果有机会再来，肯定要在卢朗多待一些日子。我们现在离垭口还有几百米，还有几百米就到垭口了。现在海拔我看一下，我去，上山的时候赶上一场大雪，现在海拔4553。现在上来以后，这边天气多好啊！我去，刚才在下面，大风加雪，那简直就是速冻。我去，行，先到这儿一段啊。